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毋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些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一个到个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啊，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是拜一、拜三、拜五的播时两点开始哈、哦。那么咱本节目啊，拢是伫个谈论啦，哈、哦，无所不谈，哦，咱这些。网友啦，观众啊，你啊，对社会事、国家事啊，以及到啊，你本身呐、啊，哦，或者是讲啊，有啥物啊，对政府啦，或者是讲啊，某一个机构啦，哦，政府或者官员呐、阶层呐，吼啊，有啥物缺失啦，那么咱拢会当利用咱本节目阿宏无所不谈啊，咱这两点钟。啊，大家互相哦，啊来探讨研究。那么最近哈、哦，有关这个马总统，啊，这个马英九哈，啊，会使讲啊，和咱国人呐、啊、社会啦，哦，那么国家人民、社会哈、哦，啊，一挂人士，包括外国的这个媒体，哦。啊，拢来批了吼，批咱这个马总统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什么的混蛋、笨蛋啦、啊、吼。当然啊，伊这个外国吼、哦，啊，本来伊的这个算讲，包括语言、包括文字吼、哦，那么因大陆啊，不是大陆，
因这个外国啦吼，啊，拢啊有一寡算讲伊这个过税，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啊，一人一人的这个讲法啦，吼、哦。马英九其实是不是笨蛋？以阿宏来讲，确确实实马英九是一个笨蛋，吼、哦。因为阿宏曾经都讲过啊，那么在伊阿未竞选总统的时阵，被国民党提名，哦，那么提名，那么这个他那是第几届？这个总统候选人，那么迄阵啊是安怎会提这个马英九？其实，咱所了解就是讲，过去这个国民党贪污啦，种种的啦吼，会使讲一挂人才吼，啊，拢算讲老的老，吼，也会算安尼啊。即马你就知影，拢讲到到底拢学历啦，吼，也会算啊清新啦。年轻啊，啊，所以这些老的拢直直提提啦，哦，啊，当然，伊虽然伫个政府的担任啦，或者是讲民意担任啦，吼，啊，那么啊，拢直直退无后去，哦，直直退对无后去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即马现代就是流行啥，清新啦、啊，年轻啦、啊，啊，高学历个。哦，即马拢安尼，啊，所以老的无法度，吼、哦，老的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甲看，即马，因为老的是，我看，即、这个国民党的吼，因为是，在阿宏来看下啦，确确实实，已经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读壳啦好啦吼、哦，那么啊加一寡，伊伫个政策也好，拢确确实实，吼、哦。袂灵活，吼、哦，确确实实是袂灵活。啊，所以啊，最近当然，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，都伫甲啊国民党嘅吼，啊，算讲真头疼，吼、哦，真头疼。啊，各位孙阿奶啊，即马外国嘅这个媒体，吼、哦，啊来批评马总统是一个笨蛋。所以我之前。马英九阿伯竞选的时阵，那么我就批评啊啦，哦，我就批评，我就讲，提马英九，吼、哦，唔是真好，而这个人选，哦，所以迄阵啊，当然啊、民进党的阿兵啊，哦，做了无好，所以不得不含泪投票。和国民党的这个马英九，哦，迄阵啊，在阿宏，迄阵啊的分析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定下伫个讲，参照宋楚瑜这尼啊好的人才，无人，哦，无人要爱，啊，真奇怪咧，台湾人就是，我定下咧讲哦，台湾人应该死哦，哦，应该死哦，哦。一窝蜂，哦，啊，无迄个智慧，人啊讲安怎啊就安怎，啊，所以提名你甲看，提迄个歹，哦，啊，结果变喏，嘛是做甲外国检视出来，哦，所以倒一栋拢同款啦，哦，大家较早人讲啊，倒一栋拢同款，啊，确确实实有影，哦，倒一栋拢同款，贪污啦，哦，伊啊讲到到底为人服务啦，其实。因啊，当选都无共款啊！吼，包括你甲看，迄、那个社会啦、警察啦、妖怪啊、十五岁什么遐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性侵啦、等等啦，吼、哦，即款社会吼有够乱，吼、哦、有够乱，吼、哦。来，咱首先来讲即个批骂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笨蛋，吼、哦，那么经济学人。哦，那么就是讲
台湾的这个媒体误解就对了，哦，误解水就对，误意，哦，当然啦，我认为讲，不管讲误意还是无啦，那么马英九确确实实是一个笨蛋，哦，啊，我倒啊，即马中华民国伊是一国民吼，会使几乎啦，哦，10%，我唔敢讲100%吼。60%-70%，吼，60%-70%，吼，对马英九，会使咧主政，会使讲真不满，吼，真不满，包括阿宏，嗯，这个专门，吼，那么下讲这个英文的这个名，吼，就是伫咧讲。批评总统马英九，吼，哦，是这个英国经济学人，吼，哦，那么连日引发公愤，吼，哦，那么这个来讨论，但是对这个字眼呐，吼，哦，被解说成笨蛋呐，吼，哦，那么这个经济学人表示，吼，哦，标题，吼，哦，即马。这个字样被台湾媒体吼，啊，算讲啊来解释真严重，而这个误解就是讲笨蛋啦吼。事实上，用这个字吼，绝无这个算讲辱骂哦，而这个意味啦哦。那么16日吼，这个经济学人。吼，哦，伊这个骂这个英文吼，啊，这个解说吼，但这个英文我都袂晓讲哩吼。那么，分析马英九吼，哦，引发真大的这个风波。有媒体啊，第一时间翻译啊，成这个笨蛋了呢吼。当然啦，啊，这个笨蛋的解说，咱想就知影，什么款的人解说？就是亲民进党的啊，亲党外啊，不满马英九的人啊，过税啦，哦，那么因国民党的无可能会过税安尼嘛，咱干那去想就知影，所以阿宏定阿伫个讲吼，那么咱爱有智慧，吼，哦，爱有智慧，这到底是啥物人讲的，真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党外人士啦，立赢的啦，对不对？不满这个啊马英九的人讲。翻的就对，绝对一定是安尼生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啦。所以连日来引发这个政治的这个风波，根据中央社的这个报道，哦，目前在外国出差，哈，哦，诶，一挂啊，咱这个亚洲办的这个算讲。主编啊，哦，姓翟，哦，翟格洛，哦，翻译啦，吼，回函和中华民国驻英代表处，这个的时阵指出，伊已经注意到这篇的这个报道在台湾引起着争议，吼，哦，但是伊指出台湾媒体。无负责任，吼，哦，错误的这个翻译啦，哦，当然我拄仔咧讲，台湾媒体一定是，哦，不满马英九啦，还是讲，啊，这个在野党啊，吼，哦，啊，而且这个算讲，连在野党的这个算讲。较偏绿，吼，哦，或者是讲民进党的呐，吼，哦，以及个党员呐，种种的，吼，哦，啊来翻译的，吼，哦，我拄好讲国民党的无可能会翻译安尼啦，吼，哦，咱简单去想就知影，吼，哦。那么当然啦，阿宏会翻安尼袂，阿宏袂翻安尼，吼，哦。那么当然咱有当时啊吼，讲话会偏呐，吼，哦，我是定啦，
在这个社会吼，啊，在听人安尼在讲啦吼，啊，对这个代志，啊，那么我的分析，吼，有诶讲话就偏啊，有诶讲话就会偏，所以咱即马社会吼，会乱啦，较无像人较早诶人，拢讲安怎，凭良心，讲话凭良心，即马人比较的较无即种情形，吼，对这个良心已经提掉伊啊。哦，所以有人讲，良心已经死啊啦，天良的还未出世，哦，就是安尼先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中央社报道伫咧讲，吼、哦，这吉日伊伫咧讲，这是严重错误的这个环境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字眼，吼、哦，那么只是形容一个人，吼、哦。这个啊，伫个判断代志，伫个做代志，犹豫不决，吼、哦，绝对无讲啊，这个啊，忽略诶，这个意思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为了澄清，吼、哦，伊特别向驻英代表处以及着中华民国政府，那么提出说明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其实对这个啊。笨蛋，吼、哦，这个算讲这个名词，吼、哦，曾经为骂核心无聊的这个学者尤新雄，那么伊第一讲，经济学人，那么出这个标题，吼、哦，第一讲这个。中文的这个翻译是频频犯了错误的这个骂，哦，所以是算讲定来犯错就对啦，哦，这种的这个解释，唔管讲是这个笨蛋也好啦，定定的算人家错误也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该想，啊，这个人就根本就无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定来咧犯错啊，啊，一错再错啊，啊，国民党诶嘛唔敢讲啊。是不是？所以我常常在讲哦，这种的这个官什么呀，或者官派吼、哦，啊，这种的这个迄落，啊，伊就伫咧坐位，啊，啊，就一错误，嘛无人敢讲。啊，所以嘛在讲吼，应该吼、哦，那是在讲那是我啦，吼、哦，那么你马英九吼、哦，应该安怎？嘿，这种法律吼、哦，唔再使讲啊，这个马英九无做，啊来哦副总统做诶，吼、哦，我是唔知影这种诶，这个法条啦，吼、哦，诶、应该是总统的事迹，应该是一个定算才对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副总统是总统，吼、哦，啊来指定诶，啊，所以你总统甲既然甲无得人试试啊，当然。都要搁定算，应该是安尼先，吼，应该是安。啊，所以即马国民党也唔敢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讲啊，无搁定算啊，提早搁算嘞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干脆啦，吼、哦，要是阿方个认为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要讲罢免哦，无可能啦。哦，即马人你都知影，吼、哦，你要甲罢免，爱爱三爱四分之三通过的款。哦，四分之三通过，啊，那么爱个全民，吼、哦，啊来投票，吼、哦，投票敢是爱个过两分之一的款，吼、哦，啊，才会成这个罢免啦。所以这工程真大啦，吼、哦，社会成本伤过大，哦，所以做这个咱即马会使讲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到到即阵啊，这个。101年，哦，已经国内空虚啊啦，无钱啊啦，啊，是安奈无钱？阿宏认为讲，大家拢爱疏松，吼、哦，你甲看即马，大家做福利啦，啊，政府唔管安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借钱啦，开落去啊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你迄、那个，你迄、那个。
地方的这个升格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就钱有，我就编制就有啊，啊，编制有钱就开落去啊。哦，我看的时阵啊，呢，这个新北市，哦，像阮这个三重区的这啊，都现年都好好，啊，伊都哦哦的，啊，搁换，哦哦的，都搁换呢。我是感觉讲安尼，哦，真正的时阵啊，哦，真无彩啊，哦，真无彩，啊，就安尼开。啊，到底，你政府讲唔啊安尼先？啊，安尼有迄个，开始有迄个啊，啊，当然员工吼，啊，有头路做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头路做，拢是遐个啥？迄做路的啦，哦，打马街啦，啊，加上拢遮个人尔嘛。哦，会使讲集中伫个小部分，哦，啊，伫个趁钱个，哦，包括即个人员嘛，是毋是？啊，有足侪根本你都无去福利到啊，哦，所以嘛，使讲即种个在我来讲吼，台湾人大家嘛是安尼啊，哦，啊都，人家讲啊都，啊，要改革啊，啊要建设啦，啊当然啦，伊政府。直直开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诶，就是安尼啊，石头标都贪污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都绑标啊，种种诶啊，都安尼都社会衍生社会一寡问题嘛，吼、哦，因为是安怎？因为咱会使讲教育失败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都为向前看，吼、哦、向前看，吼、哦、向前看，啊，会使讲泯灭良心呐、啊。明灭正义，即卖人拢安尼，吼、哦，来，有啥物问题，免客气，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北，02-29-777-138，台北02-29-777-138，那么咱即卖现场吼、哦，来休困一下，来，稍等下再阁继续听阿宏唱两首歌，来，江边小别。
生啊，变成我暗天，江边海角，在云云里，声声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香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。敢会改变这个结果？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香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。该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会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
休息一滴花痴醉的心爱的因君子旁的艰辛永未能后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。那么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。伊阮以我小弟阿宏诚恳主持服务。那么拄则讲即个标题，吼。马英九，这个笨蛋呢，那么你感觉如何？有话要讲，那么你有意见，有疑问，有需要，要来上线，来发表你的高论，请你敲咱台北电话022977771138，台北电话0229777138。好嘞，咱无问题啦吼，无意见，无咱继续第二个对白，吼，这是。高凌风，风西医是屁，屁是屁啦，屁是屁。金友征弃伊无负责任嘛，当然听讲高凌风敢那是62岁款，新闻有报道，我敢那有去验着，好嘞，咱来看这则新闻哦。高凌风之前被
诊断出有急性败血症、白血球增加症、慢性的这个心病、病变等这的这个病症，哦，却有可能变为肺癌，哦。不过伊在国泰病院待两天，好，待两天了后，那么却改变原本进一步甲台北严重啊来检查的这个计划，坚持要出院回去厝的，表示讲以后要靠静养疗法，啊甲民间流传的天仙液，吼，啊来抗癌，吼，伊阁讲西医拢是屁。啊，当然啦，有诶，即马会使讲，在即马诶，即个在咱即个，要哪讲，就是讲，在即马现步诶，即个社会中，会使讲个人风，吼，会使讲第一位，第一位敢批评西医，吼，敢批评西医。公然的哦，敢评批评西医，会使讲伊第一人，哦，第一人就对，哦，红的阵啊，拍扑啊，哦，拍扑啊。是安怎讲呢？唔是讲咱无相信西医的，哦，确确实实西医因为有不足的所在，当然伊诊断到目前唔敢讲伊唔对啦，哦，但是高凌风会提出伊的这个。自己本身的这个看法，嘛不是讲伊唔对，伊是安怎对西医诊断的这种的这个态度，当然有伊的理由嘛。先啊有伊的理由，曾经较早伊无什么治疗迄个僵硬症无，吼，结果西医甲治疗无效啊，结果人因他去食啥嘿啊？人因去食啥食好去，啊，迄里边呐，对不对？所以伊会使讲，伊伫个算讲抱怨呐，啊，伫个讲西医是屁安尼吼，唔是无道理，唔是无道理，吼，唔是讲伊西医，西医完完全全拢是百分之百，诊断拢是对的，治病拢是好的，会使讲唔是安尼先。哦，所以有真侪西医治疗无讲介好，那么了后中医来治疗，甚至人食迄种所谓讲民间的，哦，民间方的啦，哦，所以讲人诶讲是讲讲是即个组团的秘方啦，讲到到咧秘方啦，诶，结果真正人食好去，还是治疗好去，啊，迄里边哪讲？哦，所以高凌风。伊算讲，伊这个伊的讲法啦，吼，那么当然阿宏认同一半，吼，认同一半，吼，来，咱继续搁个看落去哈。那么高凌风听从朋友的这个建议，放弃病院的这个治疗啦。当然，在一般来讲是伤过，要哪讲就是讲，即句要安怎形容呢？想讲伊伤紧决定了着，吼，而且伊是安怎呢？伊可能伊的朋友可能过去伊的即款算讲僵硬的吼。即筋筋骨吼啊僵硬啊了后，引起伊讲有一挂即个西医诊断讲是忧郁症嘛，吼，忧郁症，结果人伊都啊治好去，吼，所以伊可能是即个朋友佫建议讲啊，你即马得了这可能即个天仙药，那么天仙药在咱中医来讲，当然伊是治疗一种的即、这个。顽固的这种的这个病症，哦，包括癌在内，
但是伊这个处方唔是讲大家拢会当适用的，所以咱中医就是爱爱看病症，甚至爱阁加减，唔是讲你这个处方就会当治疗的，因为咱中医就是安那，唔是伤西医，吼、哦、你感情的药啊，就是伊这个处方就是安尼先，中医无同，中医治疗病症是爱根据病人体质、症头，啊，甲伊属性，哦，啊，那么啊来滴酸风加减治疗的，哦，这是这点，哦，我相信讲高凌风，你若有听到阿红滴安尼讲，哦，你参考看卖啊，哦，参考看卖啊，哦，唔是讲天生一，这个处方你会当吃。治疗你即马的这个症头，爱个爱有辅助加减，哦，效果才会达到你的这个理想。哦，这以阿宏有伊的这个观点。啊，伊的朋友可能放弃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治疗，吼、哦，以自然声音的这个洪亮。中气十足，吼、哦！伊感觉讲出院了后，精神变好起来了。吼、哦！伊伫个病院讲，讲的时阵安尼啊，病院伫个开药啊啦，吼、哦，点滴啦，吼、哦！伊认为讲，点到无好，点到伊出院煞精神才点到较好，吼、哦！那么伊表示安怎？表示哎，这药啊对我本身。无作用，哦，药啊本身对我无利益，所以我药啊放弃了后，欸，我精神变得较好啊，哦，所以这是伊本身伊病人一点的这个见解，哦，这是阿宏认同的，哦，这是阿宏认同的，哦，所以伊有这种的这个情形，所以我出院变得人较快活啊，精神变得较好啊，哦。所以伊伫个受访问的时阵，啊，佫正准备要去念经啦，哦。那么伊检测金幽针，即对伊选择民俗疗法，哦。那么袂当谅解，哦。算讲，哦，无多人认同就对，哦。哦，伊受气啊，哦，伊表示讲。那是安尼，无顾到囡仔就对了。哦，意思讲你要死我囡仔吼，啊，搁一个囡仔要安怎？对不对呢？哦，唔管家己健康，哦，真无负责任啦。哦，当然啦，一人一人的看法，一人一人的想法。哦，那么你伊去探病嘛，只是哦，无想要给囡仔，哦，无爸爸啦。哦，那么高凌风。投奔民俗疗法，伊的这个行为引来争议啊！哦，建议伊采用静养疗法。诶，这个朋友哦，蔡合成伊伫个讲哦，那么伊是高凌风家己选择的哦，伊是建议的哦。这个那安尼先讲，这个伊的朋友蔡合成伊是个建议人呢，并无讲伊一定。爱顺着伊这个民俗疗法，吼、哦，即马我看起来是安尼先。那么伊并无强迫高凌风，另外伊个这个艺人朋友，吼、哦，遐尼啊多，安怎哦？怎样可能只听伊啦？哦，伊是讲伊个朋友遮尼啊多，哪有可能干那听伊啦？尔嘛，伊是一个好做一个参考啦，尔。你那么。以前帮助高凌风处理转院的这个市议员林水道，伊伫个表示，哇，好加这个市议员林水道哦。那么伊伫个讲，伊安怎劝高凌风拢无路用啦、啊哦、如果隔几工啊，伊若无接受病院的这个治疗，伊嘛要哦认真撞到高凌风。
要压去，吼、哦，要甲压去，吼、哦，要压去西医的这个治疗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这是林水道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讲法啦，吼、哦。那么这则新闻啊，咱注意网友观众，啊，你对这则新闻你的看法又果是如何？来，有问题唔免客气。利用咱台北电话现场台北02-29-777-138台北电话02-29-777那么现场你拢会当卡起来，大家互相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会使讲即马99.9%拢是顺着现代医学，吼、哦，西医啊来做治疗，治疗较袂用诶，啊，才有顺着中医啦，或者是讲一寡秘方啦、民间诶疗法，即马拢安尼较侪啦，吼、哦，即马拢安尼较侪，因为安怎讲，即就是政府推动社会风气，就是安尼先，吼、哦，啊，若大陆。都较无遮尔啊强烈，大陆吼、哦、较无参与，吸袂到哦，西医是较无安尼。哦，但是即马因大陆，因为安怎讲，因前较早差不多30年前，吼、哦，差不多30年前，差不多啦吼、哦，30-40年前，那么就推动即个中西结合的。哦、所以人伊毋免烦恼遮啦，对毋对？啊，你都袂该当中医医就中医医啊，该当西医就西医医啊。人伊并对即个中西部分，人因政府都拢平等嘛，哦，拢平等啊。所以无像咱台湾遮尔啊强烈。西医啊，你这若去西医，哎呦，你都袂使食避风的哦，啊，你都袂使食其他药啊。你若食其他药啊，安怎都安怎。伊有西医就安尼先，吼、哦。甲你怎恐吓？甲你恐吓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政府推动都是安尼先。啊，人大陆无共啊，啊，亲像我讲是安尼无共，我讲一下，大家了解就好。那么我曾经，十几年前也是二十几年前吼。那么我伫大陆的时阵，那么我去大陆，那么。其中我大陆有一个亲戚，诶，这个查某囝，因遐拢一胎生诶嘛，啊，一个查某囝。啊，那么，算讲我去诶时阵，伊在甲我讲，用哎呦，啊，诶孙阿娘吼，毋知安怎吼，啊，都脏吼，啊，都开始吐啦，安尼。脏诶孙阿娘。啊，开始吐，啊有发烧，啊，那么我讲，啊，伊咧问我啦，讲啊，你若发烧吼，上好你都哦去医生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伊讲，我咧讲嘿，有可能伊去食了唔好，排巴肚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了后，当然，就我甲伊做阵去福建。福清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有一间这个病院，西医病院。那么我有甲伊斗阵去，啊，那么结果啊，阮迄个亲戚啊，都甲介绍啦，介绍伊医生啊，这个是这个台湾来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咱家这边啊，这个算讲中医，而且个中医师就对。哦，啊了后，人伊安怎讲呢？人伊就讲，这即马即个节气，哦，是啥物款呢？那么啊，即马伊即个镜头是安怎？那么你应该爱选用啥物款的风头？啊，那么啊来做治疗。人伊见面就甲你讲啊，西医哦，啊咧讲中医的即个处方哦。讲中医的这个处方哦，迄、那个症状，伫个讲啥？讲
中医伊个即个算讲伊即个包括即个症吼、哦，啊季节吼、哦，啊会什么款症，吼、哦、啊用什么款个处方，人伊就安尼甲你讲，嗯，你该想啊，西医哦。所以我常常在讲，人大陆西医有在开中药，中医无在开西药啦，就是一只，吼、嗯，就是一只。所以人因西医了解中医，中医嘛是有了解西医，但是中医无在开西药。人伊坚持，无像咱台湾讲啊，中医师吼、哦、过去你甲看，开迄种安徽他命，开迄、那个，开迄、那个迄落啊，吼、哦，开迄个类固醇。人大陆无啦，哦，大陆无，所以这点讲，予大家来参考啦，吼，参考。啊，若有问题，唔免客气，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1138，台北电话0229771138，好，所以咱阁继续。那么郭凌峰。好、哦，伊个孙阿娘，伊这吼、哦，所以伊这是算咱伫个写新闻吼、哦，嘛爱注意个所在。伊是讲郭凌峰投靠民俗疗法个即个行为啦吼、哦，引起争议啦。哦，当然个争议啊，啊，即卖人我拄仔咧讲啊。人要采用人是高学历的啦，无就是较少年啦，啊无就伊个算较迄落，拢即卖社会拢是安尼嘛。包括即卖找西医嘛是同款啦，找西医嘛是同款啦，吼、哦。即会使讲即卖社会风气就是安尼先嘛，哦，所以一定会有争议嘛。什么争议？那是有伫个食中药的人，伊都无争议啦。那伫个食西药，吼、哦，啊伫个西医这方面呢？诶，这个人员伊都争议啊啦，你讲对唔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阿宏是无争议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伊有伊的好处啦，所以哪有啥物争议？哦，人大陆我拄仔咧讲啊，你要看中医就看中医，你要看西医就看西医，人伊无咧讲啊，你这一定爱看西医，无啦，无啦，哦，来，咱继续，吼、哦。那么建议伊采用静养疗法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朋友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伊嘛讲啊，吼、哦，伊个孙啊，伊也无强叫伊安尼生啊，吼、哦。包括伊孙啊啉水多，去甲办出院个时阵，吼、哦，伊啉水多嘛讲啊，即都，吼、哦，爱西医治疗啦，吼、哦，卖去食迄个避风啦，卖静养啦，吼、哦。当然，伊嘛是安尼生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这是这则新闻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来，咱稍个休困一下，好、哦，稍等下再个回来。来，听阿宏演员唱两首歌，《母亲你在何方》。怎能回来回去白云里，经过那万里客城看仔细，燕儿呀我想问你，我的母亲可有消息，秋风那吹的枫叶乱飘荡，嘘寒呀我暖却上那清凉，母亲呀我要问你
天涯茫茫，你在何方？名字那黄泉难归，我们仍在痴心等待我的母亲呀，等着你，等着你，等你入梦来。儿时的情景是梦般的醒，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。母亲呀，我真想你，恨不能够时光倒影。黄泉难归，我们仍在痴心等待我的母亲呀，等着你，等着你，等你入梦来。是的情景是梦般的醒，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。母亲呀，我真想你，恨不能够时光倒影。小山堆，只是心肝头乱纷纷，满把心思要对君你议论，又来想。两人做阵来行到了双溪路，两边路边树影暗无，暗中想起君前途路路苦，目屎像落雨，一家愁君淡孤孤。
三言两语来交代着郎君你，三愿是定定，毋茫再见。装着笑容来甲阮，阮你，饮着心酸悲，站在路头真迷
可论的怎样要交比的，我已经不再对你情侣，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切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满腹的愤恨啊，今夜又是思念淡的夜。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，你即马所收看这部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这部是每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。由我小弟阿宏诚恳担任主持服务。拄只咱。头一个议题是马英九啊，和这个外国媒体啊，那么写迄个英文啊，咱台湾这边的媒体解说讲是笨蛋，吼、哦。第二个议题就是高凌风，吼、哦，买寻求到现代医学，吼、哦、啊，想要回去厝的啊来静养，食一挂。民俗疗法，那么其实这个天仙叶是一个中医的这个处方。不是什么民俗疗法，吼、哦，这不是什么民俗疗法，这个处方纯粹是一个固有的这个处方。中医的这个方剂啦，哦，中医的这个方剂，吼、哦，这不是民俗疗法，吼、哦，这爱去了解，嘛袂使讲是秘方，哦，这是纯粹中医伊的这个方剂，哦，这是咱这边无做啦，敢那有做，这是算讲一般。中医师，吼、哦、所做的，不是药厂做的，吼、哦、是这个中医师委托药厂做的，啊、哦，应该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应该是安尼。这政府因为有认可哟，哦，这政府因为有认可的，吼、哦。来，咱下面这则新闻，哦，即卖社会就是安尼，哦，啊要出名，哦，啊会使讲。不用其极，哦，这个法拉利姐啦，哦，啊，即马都学大陆啦，什么哥啦，什么姐啦，啷个呢？这一窝蜂啦，吼、哦，一窝蜂，所以即马我电台底个讲，社会乱七八糟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嘛是安尼咧报，哼，啊嘛欢喜噶，吼、哦，这个法拉利姐，哦，张婷婷，千万爱配啦，哦。那么这个笔膜，哦，千，哦，笔膜千人呐，哈、哦。那么像这个新玉林，哦，这个新玉林啊，这个起码在这个业界啊，哦，哇，伊这是一个，敢那是迄个什么呀？那个。业界业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啊？哦，这么我形容都讲不出来哈。我即马伊嘛咧上电视啊，哦，伊嘛咧上电视啊，哦，即马激烈啦，这个政治伊嘛有啦，哦，啊，甲这个
算讲歌唱的啦，啊，音乐啦，吼，哎，伊这嘛拢，吼，有伫个内底，吼，那么有受邀请伫个内底，吼，伊这个时阵是呐，吼，北方素人法拉利界者吼，那么张婷婷心怀痴梦，确切着这个八大进军演艺科啦吼，演艺圈吼，却被沈玉琳无端的这个打枪啊，打枪哦，那么算讲该算该该闹开啦，哦，该闹开，哦。那么，眼看遭受到退回，哦，那么张婷婷十分的这个不满，长十八号就对，哦。那么其实今天20号啊啦，哦，这是长的新闻啦，哦。那么在脸书，吼，哦，发起呛这个沈玉琳兼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活动啊，吼，哦，原想要号召到这个千人啊，但是到今日，吼，哦，敢那有几百位的这个网友留言啊来支持的，哦，场面算讲真冷清哦。张婷婷因为坐车超，算讲超速哦。伊算讲这个张婷婷坐这个跑车啦，哦，那么前一回遭受到人吼，哦，啊来给挂魂就对了，可能刚停的这个门前的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人都赤目，吼，哦，啊，就该挂，吼，哦，该敲，敲伊车就对了。啊，当然啦，啊，伊就报警啊，吼，哦，啊，记者就去采访啊，吼，哦，啊，就一时的都红起来了，吼，哦。那么伊就驶咧，算讲跑车，吼，哦，啊，去踅这个东区啦，吼，哦，未少的民众，吼，哦，都什么该，合影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一路来者不拒啦，吼，哦，那么啊个加码，吼，哦，加码，选个希望要找到一个经纪人，哦，对啦，经纪人。对啦，这个沈玉琳是这个经纪人，吼，哦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吼，哦，那么啊来出道。新闻曝光了后，这个沈玉琳直播，伊这个唱歌啦，哦，外貌啦，拢不如柯顺美啊。哦，话题人物容易啊来泡沫化，哦，对此张婷婷不满气呼呼，表示算讲无叫沈的来帮忙啦，哦，伊。是安怎看不起到这个我，哦，损我的这个人格，哦，算讲，过来就是讲唱功，的表演无人看，有啥物路用就对了，哦，我会用个讲，算讲做一个模特代言呐，哦，伊会使讲，不好，伊伫个十八日下晡一点，吼，哦，那么拢阿个伫个即个伊个即个脸书发起着活动，吼，哦，阮会当动员签名，吼，哦，即个粉丝啊来举办唱沈玉琳，吼，哦，兼见面会即个活动安尼啦，至今。大概经过哦
哦，昨发布已经经过19小时啊，但是到即阵啊不止啊，吼、哦，到即阵啊不止啊，吼、哦，起码有差不多30小时超过啊，吼、哦，敢若有百外位即、這个网友留言啊来回应，吼、哦，近700名网友来按赞，吼、哦，那么意思因回应无够热烈，吼、哦。那么张婷婷事后表示，只要有恁真心来支持就够啊，吼、哦，嘛无讲真正一定爱办呐、啊，哦。那么沈国玲则回应讲尊重啦、啊，哦，尊重，哦，这是啊，昨的一则新闻，啊，那么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啊，你对这个？这新闻你的看法又阁如何？哈、哦，啊，你若要按赞，拢嘛会当利用咱台北电话02-29-777-138，台北电话02-29-777-138。所以即卖人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出名，吼、哦，啊，都算讲标新立异，吼、哦。啊，时到发生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怨天怨地怨人安怎？即卖人就是，吼、哦，啊无，较早人无共啦，较早拢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。即卖人无啦，一冲就要冲，就要冲冲天啊嘛。哦，所以即卖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足济啊，哦，啊，所以社会就是安尼啊，哦，价值观已经。啊，埋没啦！哦，价值观已经会使讲无啊啦！哦，所以即马你甲看，甚至的时阵呢，有人讲啊，去创啥物，吼、哦，我都赚大钱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都足羡慕的。我甲你讲啦，较早的人讲时啊、命啊、运啊啦，人安尼先赚钱，你无一定安尼，你就赚钱啦。所以较早的阮时代人吼，拢、哦、有甲阮教育，吼、哦。盐龟莫贪红杯啦，即句话，盐龟莫贪红杯，意思就是讲盐龟，风来你是一时阵安尼，会安尼，哦，借着风安尼飞起来。其实你也无风的时阵，你盐龟无法度通飞啦。哦，这个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嘛，才讲意思就是讲，你人爱靠你家己本身，会打拼努力，哦，啊，才有法度。哦，你唔通一冲就要升天啊！啊，就讲这种在较早的人教育就是安尼，即马无共啊！即马你啊看新闻啊报，吼、哦，伊安尼一声就去看咧。啊，你该想，即马媒体足厉害，要请人嘛要摆人，即马媒体就是安尼，伊会当捧一个人啊来红，伊嘛会当好一个人啊来算讲。来落济啦，哦，就是安尼先。即卖媒体真会使讲，哦，媒体是安尼啊，真厉害，哦，媒体真厉害。来，这是这则新闻，有人要参考看卖啊无？哦，啊那无来，咱过来讲下一个。话题啦吼，这是社会新闻的哦吼，拄啊，迄嘛是社会新闻吼。那么社会传真机，警察做哦，警察做，这是一个警察。警察做应该是刑事业哦，刑事业哦，在讲哦，算讲伊穿便衣伫炸安尼就对了哦。那么被控性侵调职。队长纪新改，吼、哦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。那么，伊这是写张启群，哦，伊报道的，哈、哦，这是记者，诶，作者，哦，作者应该是记者了，哈、哦。那么，北市树林警分局侦察队五市侦察组。被控
啊甲受辅导十五岁少女发生性的这个关系。那么遭受少女的这个老母提起告诉告这个性侵案，树林分局长表示，五元失去护人啊，只遭受这个无憾哦。分局将全力配合警方啊来侦办，绝无好底。另外，五元处事不当，影响警务，已改调警备队，并禁止配枪。警察队长以及到直属小队长嘛，连带处分，记刑戒一处。这是有关这件算警察队的这个巡逻就对，吼、哦，警察组，吼、哦。这哦，这社会会使讲，即马袂少啦，哦，啊，即马社会就是安尼啊，先开放啊，要甲阮较早，即种会使讲，少搁再少啦，无人敢安尼，因为较早的法律搁严，哦，较早你若讲强奸杀人，骗，哦，你若强奸，拢判十年以上，二十年。甚至无期的，哦，那迄个强奸杀人的迄啊，迄普通拢断掉，迄普通拢断掉，最少还佫无期徒刑。因为即卖犯案最轻啊，最真轻啊，哦，念要关无偌久，你甲看即卖关，较早无，较早拢爱关到够呢，哦，即卖甚物咧关？关法律啦，关二分之一啦，表现好就会当假释啦，种种的，较早无啦，较早无啦，因为伊即马愈犯，即马犯罪愈侪嘛，啊，即、這个监狱拢无得关嘛，拢无得关啊，啊，即马就所以即马讲啊，都犯人遐侪，啊，无得关好啊，啊，无一寡较轻的罪，拢卖关，拢安尼，啊，你家想，较早的教育。对不对？拢嘛安怎讲？啊，细汉偷板布，大汉都偷砍骨啦，愈来愈大啦。是安怎？较早拢会安尼教育，即马无啊啦。即马你甲看，即马囡仔啦偷睇啥物货啊？哎，无形迹个哦，无满十四岁，大人无形迹个哦，是乎你起个孙仔尔，啊，家你个孙仔尔，算迄、那个。较早讲感化啦，哦，啊，甲你开刀安尼，啊，无迄个甲你定罪呢，啊，你甲想，啊，即马讲到到底讲人权啦，啊，大家拢乱做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代志有够多啦，啊，是安奈安尼，啊，就是教育歹啊，要讲较早人啊讲安尼，咱就安尼，啊，较早你甲想。较早是大人讲安怎，那听到兵仔车的声音，你就要赶紧闪，赶紧闪。即卖人哪有啊？你好胆，你甲我教看卖啊？就是安尼先啊，啊，所以无人会惊。你好胆，你甲我教看卖啊？较早无教育安尼，较早教育讲，那车来你就赶紧闪。是安尼呢？安怎讲？身躯重要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莫甲提咧，我的权利呢？我的权利不要睡着呢。即马教育拢安尼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甲看，社会代志遮侪，哈一个伊，甚至食只个等一个物件落去，你甲看哦吼，啊，你内面啥物啊？内面啥物货啊？
啊，就是安尼是，啊无怪啊，即马就是安尼，社会乱七八糟。好嘞，啊，即对一件即个警察哦，啊那么性侵案，啊你的看法，啊又个是如何？哦，来，你那无问题哈。那有问题，卡咱现场电话，台北02-29-777-138，好、哦，来，还佫剩些时间，哦，无问题，那么咱佫甲并过来，来，我看卖，这个社会新闻还佫有甚物款呢？你佫来甲报一个啦，吼、哦，来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因为是捡到毒品，当作人心液，哦，摕予银行啊来进步，银行好、哦、差一点啊，啊，就中毒做仙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社会吼，会使讲即摆代志有够多啦，啊，尤其是毒。你甲看，即卖啊，一寡啊，即个空厝啦，吼，啊，咱有针头啦，注迄个安非他命啦，吸安非他命啦，注毒品啦，拢安尼，吼，来，即个，咱来看即个新闻，《自由时报》记者，吼，那么柯国丁啊，吼，伊台中报道，台中市一间。这个磨铁，吼、哦，伊个这个张氏，如精成员哦，哦，啊，西城的啦，西城的，吼、哦。那么，第一前几工，哦，整理一间的时阵啊，拄啊好，这个开完拍轰拍的这个房间呐，哦。啊！伊是讲哇好啊，发现一个外观大有韩国人心，哦，也这个算讲标签呐，哦，也这个飘头，哦。那么其实伊内面装的是新鲜水，哦，也这个算讲水管啊，哦。那么伊以为讲这是这个人心液，哦，是补品啊呢。哦，啊，就真贴心啊！哦，啊，就炸汤机，互因这个做工人，也这个老公，啊，来补元气、补身体。哦，未了，因按啉了后，我全身躯拢旧筋，哦，啊，变白目，哦，啊。吹的时阵，吐这个白沫，吼、哦，白沫泡，紧急送去医生馆，啊，才救回一条性命。根据张女伊第一讲啦，即伊真懊恼，伊讲下一摆吼，唔敢阁乱捡物件，吼、哦，人捡这个物件，那么啊，来互食啦，迄就是讲捡物件啦。当然啦，即马你着物件吼，你若会卖吼，即马你若会卖物件，囥在外口，免两个半手，人就甲你摕去啊，唔管安怎。当然啦，有诶较迄款会问啦，哎、欸，某人啊，你这有要搁爱无？哦，这是真对。哦，因为阿无爱，吼、哦、无爱，阿、啊、无爱吼，好阿无，无我要爱我捡来要创啥个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你无爱好，无爱，我甲你摕来去。有诶无？有诶孙阿娘看到铁啊啦，啥物款下无诶物件，伊就摕走啊。唔管你要爱无要爱，哦，即卖人有诶就是拢安尼，是呐，啊有诶拢偷就要偷啊。何况搁甲你抢，
哦，所以嘛，才讲吼，即卖教育有够歹，你甲看，是教迄落、迄落、迄落学校啦，甚至迄落机关的啦，啊，即个公司啦，你甲看，拢安尼过来过去，啊，拢安尼，社会问题介侪就对，哦，会使讲即个，人讲迄个啥物啊，一贯都讲即个物价吧。物价啊，哦，上好是安尼啦。地球都要爆炸，固定来啦，哦，固定来。那么因这个某，哦，伫咧女社，哦，啊，这个捡物件当去厝，哦，啊，所以嘛才讲，伊个时阵安尼啊，敢那铁罐仔款，哦，敢那铁。摩铁，敢那是一种的，即个饮料的什么啊？饮料的什么货？吼、哦，我无啥清楚，因为我无咧食饮料，真正阿宏无咧食什么遐啊啦，迄个包括即个矿泉水啦，阿宏无咧食，阿宏拢食厝的即个开水，吼、哦、开水，吼、哦，所以爱注意啦，吼、哦、爱注意。那么。伊这是伫个即个，伊是写旅馆啦吼，捡倒来吼。那么伊写即个，都甲算讲飘头，哦，伊算讲不明的即个官呐，吼哦，伊想讲好啊，这绝对好料的吼，啊，就马上当作垃圾啦，当作垃圾，得甲收倒来。伊想讲好啊，哎、欸，绝对这好的物件，赶紧得甲收起来，吼、哦。那么倒来，吼、哦，那么啊，就看会食就要食，吼、哦。啊，会卖就要卖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是哪尼啊？伊个个挂个无开封，吼、哦，挂个无开封。啊，这个外口阁有大韩国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国家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算讲旗号，啊，写人心一中文的这个字体。虽然伊一时阵怀疑讲饮料诶这个成分，但是看到边啊阿个真侪罐，吼、哦，啉完诶这个敢若空罐啊，所以认为讲，诶，这就是补品。好，因为遐侪款啊，这就是补品，吼、哦，所以炸登去，互因这个老公来补身体，吼、哦，所以无疑讲，哇，啉了后三分钟都目白破烂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安尼赶紧送到这个病院，险险翘起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会使讲，听到这些消息。大家讲哈哈大笑，啊，这个人确实依然是唔是好个啦，吼。好，咱时间也差不多，无咱今日就到这做暂时一段一个结束。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阿宏就讲声再见，拜拜。